你看什么看？哎，好了好了，阿旭，别闹了，我不逗你了。有酒吗？ 阿香不在，也没什么家伙事儿烫酒。内力催热的，你且将就一下，总比冷的强。老温，嗯，你真的姓温吗？ 我真没骗你，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。你不觉得这个姓氏很适合我吗？这便是缠魂丝侠了。吊死鬼当年，便是凭借着诡异莫测的缠魂丝侠横行江湖，没想到这哥们儿今日正式做鬼，这宝贝却便宜了咱们。 那不是吊死鬼。哦，阿雪，你对鬼谷很了解？算不上吧。但那个人太过于年轻，吊死鬼成名的时候，他还是个娃呢。真正的吊死鬼又在哪儿？人对不对暂且不议，可这宝贝却是货真价实。倘若真的吊死鬼没死，他的宝贝。 又怎会落到别人手中呢？哎，小心！这家伙需要以特定的方式开启，不然可能会自毁伤人。你当时记忆清醒，为何对那假吊死鬼猛下杀手？很多的疑问还要从他身上得到解答。关心则乱，这你还不懂？ 老子饿了，老温，去给我弄点吃的来。你为何不自己去啊？好，我去，你休息便可。 周子舒，他果然是周子舒。